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接着昨天的内容往下继续讲。文殊师利菩萨，意为曼殊实力、妙手，妙吉祥，妙德。 《放波经》中说，释迦牟尼佛之所以成佛，这是由于文殊师利的恩惠。过去无量诸佛都是文殊师利的弟子，未来一切诸佛也是文殊威力加持成就的。比如世间小孩都有父母。 文殊菩萨是佛道中的父母。世尊极力赞叹文殊大士，是一切佛出生之处。《法华家祥书中说：“以了了见佛性故，得无不圆，果无不尽，故名为。” 妙德，由于了了见佛性，如来妙果，摄无不尽，故名为妙手、妙吉祥、妙德。禅宗说，悟了就是佛，不悟就是众生，没有这么多啰嗦。文殊在菩萨中。 智慧第一，他是现在五台山，实际也是遍一切处。他过去成佛，叫龙种尊王如来；现于北方长喜国成佛，叫宝鸡如来；将来成佛，叫普见如来。可见，文殊。 是三世世间成佛者，《阿弥陀经》中说，净土中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，一切世间是一切世界的六道生闻、圆觉菩萨、文殊菩萨、大智独尊。现在。 世现法会之中，正表示净土法门，唯有大智才能信入清净的信心，正是来自殊胜的智慧，因了了见佛性故，弥勒菩萨，弥勒是性，意为慈氏。 阿逸多是名，意为无能胜；权意意为慈无能胜。弥陀书朝中说，弥勒菩萨在母胎中就有慈心，所以该族名为慈氏。又在过去生中遇见大慈如来，发心愿同如来。 即得慈心三昧，再有，当他当婆罗门时，名号为一切智，于八千年中修习慈行，又在佛沙佛时，与释迦如来同发菩提心，常修慈定，《思意经》中说。 众生见到慈事，即得慈心三昧。悲华经中说，弥勒发愿，在刀兵劫中拥护众生，在兜率天四千年后，弥勒菩萨到人间成佛，现住于兜率内院。有人说，修过佛法的人。 等弥勒菩萨下山后，三会龙华全都能度脱。但你要等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呢？这么长时间中，在天堂、地狱中转，不知要经过多少生死。这三位大师作为菩萨的上首，是因他们与净土的缘。 特别深。首先，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。普贤行愿品中说，发了十大愿者，临命终时，六根败坏无用，所有一切都要舍弃，唯此愿望不相舍离，一切时中。 引导其前于一刹那间即得往生极乐世界。一步华严，最后归到行愿品，行愿品导引往生极乐，这就是一代圣教的指归。普贤大师说：“愿我临欲命中时，尽除一切诸障碍。” 面见彼佛阿弥陀，极得往生安乐刹。我既往生彼国矣，现前成就此大愿。这是法王长子普贤大师求生净土的发愿文。大智文殊是诸佛之师，也发了同样的大愿。 文殊发愿经说：“愿我命中时，灭除诸障碍，面见阿弥陀，往生安乐刹，生彼佛国已，成满诸大愿。阿弥陀如来现前受我记。弥勒大师亦是如此，《大宝积经》中说。” 弥勒问佛：“若有众生发十种心，专一持念阿弥陀佛，此人的命中时，必定往生极乐世界。是哪十种心呢？”这是弥勒大师请佛开始念佛法门。本经第四十六品中，佛嘱咐弥勒说。 汝等做大守护，为诸有情长夜利益，当令示法久住不灭。弥勒成佛嘱咐，必然在龙华会上以及信未来记演说本经。这三位列为上首，令会众崇仰文殊大志。 深入普贤大行，引导无量大众回归极乐净土，即贤接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。贤接是指现在这个劫，在这一劫中，有一千尊佛相继出世，故名贤接。 这是非常稀有之事。有的劫一尊佛也没有。在佛祖统计中说，在此劫中，第一尊佛叫拘留森佛，第二尊叫拘纳含牟尼佛，第三尊叫迦舍佛，第四尊叫释迦牟尼佛。此后。 有九百九十六尊佛相继出世，每一尊佛的间隔很长。例如世尊与弥勒，可见世界上有佛的时间短，没有佛的时间长啊。因此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，当前是最宝贵的度脱机会呀、啊。 接来集会，在衔接中，未来有九百九十六尊佛，现在还都是菩萨，当然也包括法会一切菩萨中，并且还包括此外的一切菩萨。衔接中，未来一切诸佛全部莅临,临法会听法。 他们和弥勒菩萨一样，同受大悲慈父世尊从中的嘱托，弘扬护持如来无上心宝净土法门。此法永远是照破长夜黑暗的明灯，能普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弃入。 本有的寂光真境，常寂光土，强名为法身佛的国土。学习第一品经文《法会圣众第一》的感悟：一、圣城圣山开盛会，来者全都是大圣。 人天欢喜，佛欢喜，因缘具足说大经。二，大圣都是人成就，我们为啥就不行？舍弃贪嗔痴慢疑，当下你也是大圣。三，五位尊者列上首。 各表各法，法味浓。你若慧眼能看懂，重点学习哪一个？四学佛要开文殊志，学佛要行普贤行。空头理论假把戏，继续六道去轮回。 五，龙华三会弥勒开。那个时间太遥远。今生成就你有缘，为啥啥啥等龙华？六，诸圣都是大心量，没有一个小心眼儿。斤斤计较难学佛。 今生你遇佛错过。七，我们学佛不成就，问问这是啥根由？没有一样能放下，包袱太重拿不动。八，往生净土事情大，千万不要忽略它。 机缘难遇，要珍惜，万万不可错过呀！九，求生净土，信要坚，往生信念不改变，一条大道走到底，一定能把弥陀见。十，九首寄送送给你。 请你仔细去品味，有用你就当成宝，没用弃他一边去。下面我们接着讲第二品经文《德尊普贤》第二。这一品经文是对上一品经文重成就的补充。 它不仅补充了会众的数量，更重要的是显示了会众无比崇高的妙德。先是列出十六正式为上首，其次讲述无量的圣众，完全遵修普贤大士之德，在普贤大士无量的功德中。 十大愿望导归极乐，这是心中之心，药中之药。因此，无量无边的法会圣众，都是遵修十大愿望导归极乐。请看下面经文：又贤护等十六正事，所谓善思维菩萨。 会变财菩萨，观无住菩萨，神通花菩萨，观音菩萨，宝床菩萨，至上菩萨，寄根菩萨，信会菩萨，愿会菩萨，相向菩萨，宝音菩萨，中住菩萨，智行菩萨。 谢托菩萨，而为上首贤护，范名为巴托河，意为贤护、贤守、贤守、善守。《思义经》中说，众生闻到贤护名字，必定得到自觉、觉他、觉行圆满。 文明能得到如此功德，这正是善于守护众生的体现，故名善守。佛说，贤护长者虽生人间，但所享的福报，不但人间不能相比，就是倒立天王也无法相比。 名义集中说，贤护不但护持己德，并且也能护持众生，故名贤护。又为贤中之首，故称贤首。这是一位等觉菩萨，已超过十地，进一步就是妙觉，与佛相同了。这是维摩诘居士之外。 又一个极书生的在家人，《波州三昧经》中说，贤护菩萨是念佛三昧的发起人，他亲见了阿弥陀佛，与净宗的因缘极深，故为大众上首。他也是帮助释迦牟尼佛。 宣扬念佛三昧无上法门。念佛三昧，是一切三昧之王，一切三昧之宝，故称宝王三昧。十六正士，正士是在家菩萨的简称。珍姐说：“正是指正道，是。 是指是夫，这些菩萨外现凡俗之相，内心却心达正道。十六，密宗以十六数表示圆满无尽之意，因此十六正事表示无量的正事。善思维菩萨等，在《四童子经》。 《佛明经》以及《月灯三昧经》中说，这些菩萨是他方世界的菩萨，应化托生在印度，成为在家菩萨。他们到此听受本经，为了助佛弘化。从贤护到相向，共十人，经典都有记载。 还有六人经上无记载。古德说，他们也是他方世界的大成就者，来此祝佛弘化。贤护菩萨表示：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思维菩萨表示正治明了，深信佛慧。 会辩才菩萨，表示明信佛会辩才无碍。观无助菩萨，表示法藏永结因行，演说空无相无愿之法。神通花菩萨，表示具足方便，成就众生。光阴菩萨。 表示光明应发，光中极尊，宝床菩萨表示智慧殊胜，犹如宝床。至上菩萨表示无上妙智，超出一切。即根菩萨表示即为根本，照用无穷。信慧菩萨。 表示信心智慧永断于我。愿会菩萨表示信愿持名为宗，相向菩萨表示弥陀愿力无边，宝英菩萨表示愿海万德庄严，中住菩萨表示极念离念安住中道。 智行菩萨表示念佛即是持戒，谢托菩萨表示灭除解负。本经超出了常情，特别标出十六位在家菩萨为上首，表示此法特别适合在家人修持。神山灯。 报恩论中说：“此法不离佛法而行是法，不废是法而正佛法。”这非常契合当前即将来的社会情况。因为科学和物质越是发达，竞争就会越残酷，生活节奏越紧张。 国家和社会需要在家人献身于种种岗位，这样忙碌的环境下，还想继续修持的话，唯有净土宗是最合适了。大家不需要入山，不需要闭关，不但上班能修，甚至上火线也能修。 只要所发的是利他之心，持念六字或四字佛号，即是无上的修持。还有静宗的十念法，纵然是繁忙者，每天也可以从容修持。例如，古代的黄打铁，他拉一下风箱。 就念一句佛号，打一锤子就念一句佛号，最后在劳动中念成功的。若是念楞严咒的话，肯定就不行了，中间一打岔就念不成了。若是念佛的话，无论什么时间都可以念，比如做事的间隙。 也可以念上一两句，所以此法简单易行，不离佛法而行是法，不弃是法而证佛法，这正是净土法门殊胜之处。由于此法特别适合在家人，因此把十六正式列为上首。 真解中说，十六正式列为上首，显示此法不以出家发心为本，这个说法非常有见地。而为上首，普贤和文殊菩萨是法会一切圣众的上首。 同时，也是全体大众的上首。弥勒大士是衔接一切菩萨的上首。十六正士是法会一切在家菩萨的上首。《月灯三昧经》中说，相向菩萨从东方阿楚佛遇一万万菩萨。 共来问讯释迦牟尼佛，一位正士，便与成千上万的菩萨同来法会，可见法会圣众无量无边。香象菩萨是阿处佛国菩萨的上首，由此可证十六正士的圣德，大众同尊。 请看下面经文：贤共尊修普贤大事之德，具足无量行愿，安住一切功德法中，游步十方，行权方便，入佛法藏，究竟彼岸。贤共尊修普贤大事之德。 具足无量情愿，安住一切功德法中。这三句是本品的总纲。从本段至品末的不可思议，都是赞叹普贤及会中菩萨的圣德。大事是指菩萨，一切圣众共同尊修。 普贤大士之德，普贤之德就是十大愿望导归极乐。十大愿望是：一、礼敬诸佛；二、称赞如来；三、广修供养；四、忏悔业障；五、随喜功德；六、 请转法轮，七，请佛注视八，常随佛学，九，恒顺众生，十，普皆回向。行人临命终时，一切诸根皆已败坏，唯此愿望不相舍离。 于一切时引导往生者，刹那往生极乐世界，于莲花中自然化生。蒙阿弥陀佛受记，在无边的世界，以无量智慧随顺众生心念，广作饶益，普度众生。这就是普贤大士之德。 这个十大愿望，第十愿普接回向，表示普贤名号中的普。从第一愿到第九愿，显示普贤名号中的贤。永结清苦，没有疲厌。十大愿望永无穷尽，成佛后还在度生，显出。 普贤的普和贤，《清凉书中》说：“虽然得到无上成就，但不舍因地所发的度生大愿，仍视现菩萨身而度众生。因此，这是为后普贤。普贤大师说：‘我既往生彼国矣。’” 现前成就此大愿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愿一切众生都升到无量光佛刹。这是普贤大士大愿的结晶。十大愿望是以弥陀愿海作为归宿。 正和弥陀第三十五愿护卫表里。第三十五愿是：生我国者，究竟必至一生补处。因此，往生极乐的一切众生，必定达到一生补佛之位，并且必定成佛。但有些人往生后， 不在极乐世界成佛，他们本愿为众生披着红色的铠甲，到无量世界教化有情，普劝一切众生同尊普贤之德，求生净土。这些自愿来秽土的菩萨，随意修习，无不圆满。 为何要尊修普贤，求生极乐呢？因为唯有此法，能给众生真实之力，能救众生的生死之苦。因此，善导大师说：“释迦所以兴出世，唯说弥陀本愿海。”这正是会众。 贤共尊修普贤之德的原因，具足无量行愿。设大乘论释说，无量是指无法具体说出来，并且也无法用比喻来比拟。行愿，清凉书说，造修需求。 目为行愿。观经说，世心作佛，作佛就是造修之一。造修是指行动，希求是愿望。行动与愿望的结合称为行愿。具足是指一切圆满无余。行。 如人的腿，愿如人的眼，愿来引导行动，行动来满足所愿，具足无量行愿，这一切无量殊胜的行德，都已圆满具足无缺。或许问，法会无量的菩萨。 爵位有天渊之别，岂能都圆满无量行愿？此问很合情理，但未知净土是无上圆顿之法，超情离见，微妙难思。普贤行愿品中说：“一念之间，可圆满一切行愿。” 净土往生论说：一真法界，即众生本有心性；此之心性具无量德，故众生本有性体，即诸佛所证法身。又说法界圆融体，作我一念心，故我念佛心。 全体是法界，而此心性，数贯三界，横遍时虚。佛法生法，正法依法，因法国法，一念圆成。可见众生之心本具万德，即是诸佛法身，也就是。 法界圆融的妙体，所以佛育众生、佛菩萨和国土、因遇果等一切法，都在我戒耳一念心之内。只要一念相应，一切圆满成就。这是无上圆顿大法，如斩一把丝，一断。 一切事都断，又如染物，一成，则染缸中一切之物都已染成。上品中说，文书是一切诸佛的父母。只因了了见佛性故。净土往生论说，行者念佛之时，此心。 便是圆融清净宝觉，此心就是佛性，就是法身。念佛时就是相应时，一切圆满，丝毫没有欠缺。安住一切功德法中，这一句应该与上一句具足无量行愿连读，意义才完整。 为了明解其中的深意，先把本句逐字注解一下：“安住一切。”慧书说：“得成不退，故曰安住；无德不聚，故云一切。”功德法，《人王经》书说：“施物明功。” 规矩约德，把利益布施给友情，称为功；销归于自己的，称为德。如把精义融化于自心，《经，影书》中说：“功就是功能，要有这种能，才会有功。”如善的行动。 使众生得到真实之力，这就是行善的功效。这个功效是善行本有的德，故称功德。德的本体称为法。净影中说，法性是指有情与无情同具的体性。一切功德法。 是指诸佛无量微妙功德的本体，即是法性和法身，在此安然常住，没有退失，就是安住一切功德法中，在行持种种利他的功德事项中，自心仍既然安住于万德本体法性之中，如如不动。 自心虽远离种种差别，一心既然，可是又具足无量行愿。本经说，安住一切功德法中，也就是《金刚经》所说“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”。本经说，具足无量行愿，也就是《金刚经》所说。 修一切善法，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简而言之，就是寂而常照，照而恒寂。总之，大乘佛法种种的妙义，都在这两句经文之中。安住于一切如来无尽果德的本体。 具足无量大菩萨的行愿、离体和适用其显，空边欲有边全离，理不碍事，事不碍理，正显与会诸大菩萨的圣德，游步十方，行权方便，游步。 是指旅游、周游、游化十方，是指四方、四隅和上下各方，表示空间一切地方。游不十方，就是周游一切处。上面说安住于如如不动，现在却说游不十方。 大家千万不能把如如不动体会成枯木禅坐，以为行动就是散乱，否则就把佛法分成两节了。这些大事不停地分身于尘刹，在一顿饭的时间可以游遍兜率内院及娑婆世界，这是表示这些大事。 自在游戏神通，度化十方世界一切众生。行权方便，权是权宜权变。俗话说：“有经有权，经就是常规，权就是变通。”人应当通权达变。 不能死守规章制度。孟子说：“男女授受不亲。倘若嫂嫂掉到河里，你用手把她拉出来，是否可以呢？若是死守礼节，不去伸手救她，岂不是天地间最大的蠢人？这就是行权方便的意思。” 法华文句中说：“粗浅来说，方就是方法，便就是方便。要有切实便利可行的方法，让众生真能解决问题，叫方便。”法华玄赞说：“善斗机一约便，斗机就是说法的人能。” 行全巧，把对方的灵机逗出来，这是一种比较高的说法方式。禅中很多禅师的开悟，就是善知识给逗出来的。例如德山禅师，德山与龙潭谈话一直到深夜。德山出屋时，发现外面黑了。 就回来取灯，龙潭便点着一根纸梅子，递给德山。德山正想接过纸梅子，龙潭“噗的一吹，纸梅子灭了。这完全不可理解，于是德山的思想就断了，当下恍然大悟，这就是斗鸡。 即是方便。净影书中说，所行教化非常善巧，针对众生根气和环境，分别传授种种修行方法，与之所相应，叫做行权方便。大吉经说，能调众生。 悉令去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名方便。综上所述，游布施方行权方便，表示普通周游一切世界，用一切善巧稳妥方便之法，妙契或逗发众生的根基，把他们引导到究竟的果决。 入佛法藏，究竟彼岸。《家乡书》中说，所解契会到佛教宗旨的本源，称为入。还说，实际的本体称为藏。佛法法性的离体，称为佛法藏。法体中自然含藏无量的性德。 本性本有的妙德，称为性德。这个藏既然是离体，还有无量的性德，故名佛法藏。气正法性的离体，其中包含无量的性德，含摄一切佛法，称为入佛法藏。《法华》说。 善入佛会，通达大智。入了佛会，就是入佛之见。真解中说，如来的一切佛果功德宝藏，叫做大宝海。此宝海又叫佛法藏，也就是佛所得的一成妙果。综上所述。 会中一切菩萨已经入了佛的法藏，入了佛的功德之海，正入如来一成果觉，因此全是大权实现。从果向因，已入如来一成果海，还不舍因地修行，视现在法会中。 赞助释迦牟尼佛，宣扬净土法门。究竟彼岸，生死是此岸，涅盘是彼岸，烦恼是中流。净影中说，到达涅盘彼岸，正如如来果决，叫做究竟彼岸。 表明所得的果是彻底的、究竟的。入佛法藏，究竟彼岸，同指正入佛的一乘大功德的宝海，弃证了佛所得的涅盘。前后诸说可以互通。今天的交流就到这里，感恩大家。 阿弥陀佛。